我一路咧覺得咧，我好想充實自己。我就来到美国读大学，大学啦。但是当时呢，也很贫穷的，虽然有些亲戚愿意帮忙，但是当我读硕士的时候都好，我一直还是一路半工半工读的。那时候有时呢，自己冇车啊，要去啲餐馆咧，做洗盘碗开始。咁啊，是夜晚黑咧踩架单车啊，放工。咁你知夏威夷好多時落，夜晚中午落大雨，咁我揼到濕曬都係咁啦。讀完咗碩士之後咧，初初我仲諗住翻香港做社工嘅，但係咧咁啱嗰時候咧，我自己嘅家人、我父母咧，佢移民咧可以去到美國，去三藩市定居，咁我就心裏邊有掙扎啦，即係我覺得。我自小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生活过，现在有这个机会，不但只可以和生活，而且我是很需要去帮他们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决定了要帮助他们，所以我就回到三藩市那里生活，和在金巴伦教会做牧师助理。做的当然漂亮了，辛苦了。谢师，啊 ，K， 哎，这么多，这么多来满了，全部都是由会友捐出来的。好啊，去越南难民营布道的时候送给小朋友，那些小朋友看见这么多礼物，一定很高兴的。K 呢，需要多人帮忙，尽管提出来，我帮你找。好啊，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能有多点会友。担保越南难民出营，让他们可以早点融入社会，过正常的生活。是啊，我记得上次探望难民的时候呢，离开的时候呢，有个母亲抱着孩子，哭得很厉害。她叫华姐，原来的丈夫在战争的时候死了。唉，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和老人家从越南逃到美国，现在我们想办法担保他们出来。然后呢，尽量帮助他们安顿，这就好了。哎 ，Ken， 你对越南难民这么好，神安排你做这样事工呢，真的是最合格了。可能我有离乡背景、生活经历吧，真希望他们要有自己的家。Ken， 来，别坐了，休息一下。不如这样吧，今晚今晚到我家来吃饭，我给师傅煮熬个汤给你尝尝。好啊。我就用那个，我最拿手火鸡，上次你吃过好多个整嘞。火鸡真的好吃啊！那时候甘巴伦教会刚刚有很多越南和金边的难民逃到美国来过。一开始呢，美国政府呢就把他们安置在难民营里，还要等到呢有家庭去担保他们才能出。但是很多越南人家庭是很多人的，公公啊、婆婆啊、奶奶啊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，很多是可能很多是十个人、十二个人的大家庭，他们不想分开，所以我们呢，要找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几个家庭去担保他们一个大家庭出来，担保他们出来呢，例如来到了三藩市，还要帮助他们找工作。找屋住啦，给孩子们找学校啦，帮他们做好多啲即系登记嘅手续啦。有时候，有时夜晚做到好夜，我试过夜晚去啲弟兄姊妹一齐去帮我哋搬家私，因为佢啱嚟到咧，家私都冇啊吓。咁即系嗰段时间咧，系做到咧，差唔多晚晚咧都十二点咧，先至即系翻得到屋企。咁好在嗰阵时未结婚。
天。哎，牧师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？英英来走啊？想什么？没，他没有我哥哥。你哥哥？哥，我听你讲哥哥，他现在怎么样？前天子，他会跟爸爸妈妈来美国。喂，那就好了，来，可以一家团聚的。你想了很久的，应该高兴才是。应该很高兴的，嗯，但我有点担心。为什么？房价呢？将来我要负担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费，但是我的工资却不多。喂，你唔系想我加你人工啊？唔系，我想做生意。做生意？喂，做生意不简单的。唉，我知嘅，真好似锦上添花。那个万蚊嘅本钱，而且人家做生意，有啲困难啊。一个生意人啊，有时候为了成功就要斤斤计较，做事啊甚至可能变得不老实，会变得贪心，甚至会做生意啦，去赚钱啦，都叫犯罪，怎么开始？我不是不相信，只要你是信靠神，无论做哪个行业，我都支持。我相信神也会借着手祝福其他的人。祝你成功！谢谢你，牧师。努力吧。我跟神立了一个合约，一个合约一个什么样的合约呢？但是神呢，我知道我将来出来做生意，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我最不想做生意以后呢，变成卖艺的人，而是。我要继续好像你的一个管家，你个管家来服侍你，去服侍你。所以我将做生意的主权，成日尊你为主，你系我个真正的大老板啊！我系嚟到帮你管理呢个生意。如果我哋这盘生意做得好呢，我们也将这盘生意成为一个平台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公司的名字呢，叫做 Prince of Peace， 和平之君。真係要幫幫手啦！大家都係中國人啊嘛，中國人幫中國人啊嘛，大老闆，中國人當然要幫助中國人啦。但你知道，新年期間去這麼地方，好唔容易的，真是幫不了你啦。哎，唔好咁迷信啦。啊，係啊，白老闆，我記得去年佢哋嚟嘅時候咧。你都有招待過佢哋嘅喎，嗱，今次你一定要幫幫手啦。不行，全身都不吉利，我的藥材鋪子哪有生意啊？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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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你知啦，中國民政部考察團咧嚟到咧，淨係參觀殯儀館同埋墳場嘅，你唔介意啊嘛？唔介意。因為我下個月要去上海，可以安排個同事接待。哎 ，Ken， 你真的真的怕嗎？咪記唔記得我基督徒嗎？百無禁忌啊嘛！嚟嚟嚟嚟。